我再瘦2斤，真的惊为天人！我跟你说，今天我又和对我们家爸爸和女儿西西一起要来拍照了，又有一些就是不同风格的衣服要尝试，我很期待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看了一下，没想到陈哥还挺上照的，所以叫照片。夸嘛，就总得夸夸另一半嘛，这样增进感情。他说跟我不熟怎么办？然后莫名其妙有了两个娃。他说的。裤子开了，太胖了你。